下一讲的这个主题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啊，其实就跟土地的关系啊，距离也拉到像巴西这样的地方去啊，比如说奥斯卡尼米尔哈，那当然也拉回我长时间待的那个意大利哈，我们也讲高斯卡巴哈，那当然也拉到比较遥远的那个葡萄牙去啊，其实大家其实都有点忽略掉它了哈。那当然这次我们也试图把这个议题拉回自己的土地上面来哈。那上一次我们有讲了两讲，那这一次我们也去稍微把这件事延伸一下。那我觉得台湾作为一个华人，我觉得最前卫的一个地方，我们特别应该去把这件事给彰显出来哈。那我觉得那个也是我们台湾在这一部分哈，它可能在华人世界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火车头的角色。